千祈唔好亂咁試喎。第一招咧就會係中反，首先係用手捉住對方嘅腳踭嘅技，係手技嘅一種嚟嘅喎。重點咧就係睇準時機，用手捉住對方嘅腳踭，將對方連根拔起。你招好似好幾簡單咁喎，又好似唔使點用力，真係啱我啦。其實呢招話就話簡單，但係難嘅難就要把握時機啊！兩隻手嘅配合都唔係咁容易噶，通常係對方向後嗰時候就突擊用嘅喎。麻煩師兄再示範多一次。好，第二招示範咧就叫做掃吊進足，趁對方個重心向後移嗰時咧就掃佢腳，咁對手就好容易跌倒啦。俾人打嗰時候會好突然嘅喎。因為他只不過是後退一步啫嘛，就已經被人整個掃起了，都咪話唔得意。麻煩再示範多一次，哇，真係好勁喎！好，咁下一招咧？跟住落嚟呢招就係浮技嚟嘅，將對方向前拉，借對方嘅體重將對方拉落地，同時將右左腳嚟攔住對方剛落地嘅重心腳，將成個人拋出，唔知啊，仲以為對方自己飛咗出去添啊！哦，原來咁先，所以就叫浮技。咁呢招係咪寫身技嚟㗎？係噶，不過唔係直落，係橫落咁樣解啫。哦，好，唔該曬兩位師兄。咁最